阿妈，你做咩唔再揾我同妈咪啊？傻仔，你妈咪唔系同你爹哋好翻嘅咩？起身先啦。同你见面，但系我唔记得约地点，又唔记得问佢攞手机号码。咁你有冇问佢喺边间医院做嘢啊？开心过头，唔记得啊。唔好意思啊，唔小心噶。呢日專登少结行再分，曾历最难堪，死里逃生，从没过不需要遗憾。怀着少年初心，就算单纯天真，我仍然想我又找你不到添，手头命。我讲过噶啦，喺人海里面，我只见到你嘅啫嘛。无论再动来动往，为理想坚定。当所有女人愿嫁给爱情，而家三个换三十个噶，点解啊？都唔公平嘅。唔公平啫，你六年咯，咩都升晒值啦，系咪？其实我亦曾任性，没法可否认，虽经过错失。新欢变前任，唯愿情感曾够亦可翻身，信任爱可像美梦。 TVB 精彩节目各电视平台上面都睇得到，请致电1877-893-8888查询订购啦。